现在的英雄联盟玩家真的是世风日下，特别是某些博主在抖音上发着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操作，例如插个眼都发个抖音，这类的视频不要太多啊，要不是看评论区说什么遇到这种看不懂操作的账号直接左滑两次，第一次是进他主页，第二次是看他账号的喜欢内容，好家伙新大陆啊。鉴于这种正能量的号多来一点，我和我的粉丝们肯定都爱看，虽然以上这种行为呢多多少少可以稍微称赞一下，不能太张扬，但某些个群体确实太可恶了，几乎在英雄联盟的圈子里是人人喊打的地步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，反正我是经常遇到，每次对局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不认识的人加你好友，就在三更以为他是上一把的队友或者敌人，又有着操作秀翻所以才来加我的时候，谁知他私聊我的内容才让我恍然大悟，居然是卖皮的，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 ID 的，故意挑你对局结束加你，就是让你以为他是你上把的队友，从而让你放松警惕，特别是英雄联盟区的主播啊更是重灾区，儿子就曾被卖皮哥搞到过破防，在一次直播中儿子刚上点就收到了对局邀请，一看 ID 好家伙居然是卖阔的，特别是 ID 的后缀姿态直接红温破防，更是同意了这场对局，是他妈虐死他，妈天天卖天天卖，我也不知道他在这里卖什么东西，他妈在这里天天卖，不知道在这里卖什么东西，在这里卖，妈天天在这里拉老子，天天在这里卖，输了以后就不准卖，姿态选出卖毛的，连药都不买就上线，轻轻松松就完成了单杀，看来只有用实力才能真正打败卖皮哥，打完之后卖阔的果然不见了，儿子更是放出最喜欢听的 BGM 庆祝，我找声音好大，